明楼，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怎么搞成这样？ 在这个电影里面饰演的是坏仔，坏仔就是一个摄影学徒，也是一个比较单纯一点的角色。所以这个角色呢，还是围绕着几个主角，然后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这样子发生事情的。像我们现在来到这边了，还要不要拍鸟咯？拍什么鸟哦？喊你姑姑笨啊！因为我在这个戏里面，我对戏最多的就是盖爷，然后因为之前跟盖爷合作。 都是拍搞笑片，所以这次跟盖爷合作拍一个比较认真一点的片呢，对我来讲是比较一个不同的经验。还有一场我跟盖爷对戏那个 part， 我应该是因为 camera angle 的问题，所以我本来是应该要抓那个篱笆，可是那一场我就是抓着空气的，就是什么都没有抓着，所以在那个 part 就会比较搞笑啦。我 当场就一直在那边笑，然后看到盖爷也是在那边一直忍不住的笑，所以当场就 NG 了蛮多次的。他怎么会去搞你孩子？你怎么笑？你怎么笑？OK，妈的，你不要笑啊！跟你讲，刚刚不会笑。他怎么会去搞你？我一看到样子就笑。你不要转了。 我看到你样子都笑，我看到没有？这部戏带的一个启示，我个人看法就是围绕这三个故事的一个角色去看待整个事情。所以看这一个一个主角这样子发生事情，就是因为贪这个东西。最后就是觉得做人还是脚踏实地比较好，不要乱来。你好好来呀，要不然等一下就像第二个 Johnny 一样。 这部电影《三色果》已经在 YouTube 上映了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要去看，要去 Like， 还有要去 Share。